老王呆瓜叫我更新，乐哥你不是一个人在更新，乐哥我也更新了，我更新了一个水清，然后咱们新来了个方寸嘛，能打2-2了，然后2-2的话就需要地府上不了场，光辉这个特技就得乐哥你来呗，乐哥，乐哥要牺牲一个，牺牲一个特技换成光辉了啊。好像现在是刘云和宁志那个鞋子可以换了，换成光辉鞋，或者是直接换一个麒麟三叠鞋啊，然后带一个神佑的武器或者光辉的武器换着带，那就是一把极限了，极限之顶级的女娃木之没法更新的女娃木啊，强中强，王中王，紫禁城加鱼岛的双重硬件的重叠啊，来的那一把212，乐哥那就是稳中之稳，那就是给坦克放在航空母舰上，太他妈稳了，乐哥。对，都他妈江湖儿女啊！给你们看看，呆瓜是如何征服乐哥的。乐哥，这个鞋子能斟酌一下吗？马上，方寸马上有了，我们也212打一打啊！发了一个装备，乐哥说别鸡巴吵啊，喝酒呢。然后呆瓜吓尿了，发了个噎死了啊！乐哥下面说句的话，说你喜欢就买一个收藏，然后直接买。然后呆瓜就开始纠结啊，呆瓜开始纠结，整个藏宝阁都是他的了，不知道买哪个好、啊、一宿没睡好觉吧，呆瓜差不多啊，喜欢哪个收藏直接买，都行啊，买个光辉鞋或者把群星三叠的鞋子运回来，然后再来个武器也行啊，呆瓜纠结收藏要收藏几个啊。